坚持到底，永不放弃。新北市康桥实验高中今天举行逐梦康桥壮游台湾誓师大会，131位高一学生将在明天上午出发，展开12天的1000公里单车环台公益活动，作为登大浪前的自我挑战。单车环台领队陈胜野同学表示，参加环台训练过程中，需要骑单车进行平地下坡和上坡练习，过程多，很多同学都因此受伤，让同学们都坚持这次环台一定要走完全程，也能培养出毅力。连母亲都说自己待人处事的态度已变得较成熟。康桥高中总校长张启龙表示，这次的单车环台活动将展开12天1000公里的单车环台公益活动，都由学生制定募款计划，利用劳动或表演的方式，目标每人将募得1000元，会将所得捐给台湾世界展望会的贫困儿童助学计划。张启龙说，除了单车环台活动，这次还将在台南开龙宫举办成年礼的活动，让学生留下一生中难忘的回忆。我们在台南的开龙宫也举办他们16岁的成年礼，经过呢他们公主在神教的底下拿过那个神教以后呢，送给他成年礼一个正妻，同学们觉得很有意义。联合报张佑琪新北报道。